欢乐相聚。罗文丽啊，平台艺术称得广南民居。对的。那么你还是一个平台艺术。是哇。我倒想问问看你。你问呀。你还能够说说看你平台艺术有啥个特色？啥个特色？乱跑的节奏。嗯，搿倒是的。哎。不过乱跑了是戏曲艺术共有的特色。那我讲的是平台艺术的特色。平台艺术的啊，这样子。嗯。一人登高。哎，搿个讲得对了。哎呀，你唱戏了，两三百岁，两三百座银台，谁是座银台？对过，对过。银台有两三百座银台，不杀神佛，侪可以一管之一。有本事有本事，那搿浪。对个。那么除脱搿个之外，还有啥个特色？还有啥个特色？哎，你再讲讲看呢？我讲。哎。商档。商档，哎，对个。还有呢，就这样，那平台当中的夫妻档啊。没有特色的阿子、啊哎、夫妻档最有你平台艺术有呀、哎、是吧、哎、是吧那么说起个夫妻档呢你到了生活当中的伴侣嗯那舞台上像是你的那个后辈对共同切磋共同生活这个你啊抵押得很快讲起夫妻档就这样你没得夫妻的哎我二副档子你是董事一股子呀我非常是一模这个没品双档对对对对对对是吧那么我往你去看这夫妻档啊有一种呢是三代里的三品夫妻档有一种的是三品档三代里的，有一种的是宾代里的宾品夫妻档。哎呦，我有搿点花头的了。一个一个。哎，复杂复杂复杂，这个这个一张张讲。哎，听出子女的来着。哪讲呢？那我们先讲讲看第一种，就是三品档三代里的。根本没当完，就是个拼档的辰光了，大家我也没得感情了，都是上下水。那么拼的有感情的代里的拼夫妻档的。对个对个对个。是不是？顺其自然发展。那么还有你讲的，三代里的再拼档，三代里的再拼档啊，一开始就是让代里的，那么拼档呢，个人归个人拼的，那么拼呢，自然是不方便，是吧？那么大家拆档，重新拼档。哦，这五人共双档，哎，对对对对。那么还有一种是低代里的低拼档，那是这样的，在了学堂里向呢，大家呢是了。代理的哦，平台互当代理的。代理的呢，那么还是要毕业的了，毕业的嘛是有拼档的，还是一边代理的，一边拼档。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而且一拍一鸣。对对对对对，那么罗文丽啊，哎，你还是夫妻档的。我不是夫妻档呀。真拼真高。哎，我不是妇女档。哦，单独亚拼的。亚拼档的。那么拼档现在不拼的呢，是不是我没夫妻档拼嘛？平台唱的比较散的。哦，还有这个原因了。中间我讲不理解。可是你客气噻。嗯。那么。接下来呢，就要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些中意的夫妻档。你到长期勤勤恳恳工作了海平台舞台的第一线，王玉玲不知旁丁丁。哦哟，这个夫妻档啊，一听就撇白撇白。玉玲丁丁，啊是啊。丁丁玉玲。哎，我跟你说的，这王玉玲呢是王八英那是公子，对。这个旁丁丁呢是旁玉玲那是男。对对对。当然是私下问题。平台视角。对关。
上步，手儿露一串微红，一眼迷中。Oh!
外头开，那句龙白我的音符中分安名是一众神虚上十句龙去当配合的哈，爸爸姐，智力比了，这个就是夫妻上当的御史了，一眼不错。那么王玉丽旁边的呢，是一对中年的夫妻上当。嗯嗯嗯。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四对，这对了，现在平台、副台第一是一个青年夫妻上当。哦、四对的啦。当然了。哎呦，夫妻当大会抽的。一眼不错，大水平，请你出场。好的。闪亮登场。有请。哎，就掉在水彩水出来的啊！哎呀，夫妻档哎，那么这个四代呢，才是我们平台舞蹈毕业的，因当时你才是演员，是吧？演员，哎，个人都当你平台天天来，那么既然来得了，也表演这么个，啊的，啊的，这个上人谁来表演？我来那么这个名字啦，我不大愿意喊，叫他们森林接的林达。哎呦，这个最近的林达，我有点好的。怎么了？哎，你现在来不里多答个问题啊？好的。你都两个人的问题了，是啥样的？我不问你，我问你都森伟伟啊。哎，森伟伟，哎，你要晓得，你到林达是他男子啊，最欢喜的女人是啥人？哎呦，最欢喜的女人啊。哎。大人啊，门刚是我老公订婚是个女人，那门不是个。不，这个门跟门都蛮精神。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两口了我。哎，还回答不在。回答不在。还是回答不在。啊，里头比你有什么了？也门里。哎，也门里。说明平常的话不够讲了。没回答，没回答，我没回答。哎，懂了。哎呦。冬了，对，是冬了喂。今天门出冬天，说个冬了。那么是这身歪歪为啥人呢？姐姐滚。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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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怀正，徐立新，朱三金啊，范三军啊，结结婚婚，这是名，这个名家，送包礼多，哎，这当然哈，哎，是不是欢喜别个女人哪里贴起来了？欢喜搿点名腔是，你也欢喜个，侬当然也欢喜个，我是伐？领导，你到上季辣海舞台上想演出，应当说是非常非常辛苦，搿种日脚了你才行家够，对个对。是不是平台艺人呢，才是想到欢喜？侬是要听呢？侬平台比一种艺术的含义，你觉着平台，你的理解是啥东西的？我的理解，平台呢，点数可无垃圾的，样样侪。那么，至于一个艺术还高，你觉着再再想讲不是啥？我再再想讲，同时我要讲地地，地呢，应该讲我们就等了墓地浪向，能够得到听众的认可。听众的掌声，听众的鼓励，有种呢，听众真的非常热心的不得了。啊，不能我们就鼓励支持呢，这个觉着心里想是第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就两家的，因为一直在那舞台上演出，是不是？等了一段的辰光，非常长。哎，那么我这样有种采访有旁队啊。你刚才当我话，哎呦，你都真的喝个，哎呀，搞得一年大呀，蹲了一年，可辛苦了，这个，那么这个还是一个第一个方面，那么另外呢，那这样两家头能够通过我母弟俩相个一种艰苦啊，刻苦啊，得到一种锻炼，对不？那这样一种我参加比赛，母弟俩相两家头是一个磨练啊，给侬个节目能够。客家里、农村里，所以呢，能够在各种比赛浪向，能够得到一定的奖项，哎，成绩呢，还是获得一个对我的、对我们的肯定。搿呢，辣搿些辰光呢，还是觉着上了那个地，看到这个，你到两高头是地地平平，特别沈巍巍呢，可晒得脚底。我们祝你们到今年的日家里向更高地面，更高地地平平，开开心心。是的，我们今朝记住来，每天拜一朵，当中也拜一朵。害得他是家破
身旁谁披湿身，对我来三代，三代当中我要把你都唱到题目上。啊，唱到的。做好准备啊！一、二、三。哎呦，画个哪个？画个不见不见。这个人做运动员，这种速度肯定到流量差不多。对对对，苏俊平那头的肾病运动啊，一代三夫妻来看，郎才女貌，多漂亮！漂亮。嗯，那么肾病运动啊，还有问题啊？那么，啥个？五多个问题呢？比你都高高的问题呀、啊！哈，我是浙江的，问肾病啊，哎，可能对，哎，可能对你都运动压力也大。嗯嗯嗯。就是讲你都运动啊，平常辰光再欢喜吃啥个么子？这个简单，是吧？这个简单，不简单噶，想想看，对你压力也大，说明呢对你不关心，像浙江心中。石膏。叫啥么子？石膏。石膏，石膏啊，对。啊，对的。哦哟，不对个，你都两高头一斤了一的，回答不出来。你不关心你。那简单，那三高不听，那欢喜吃啥？啊，那再给你两次机会，那个。再有两次机会啊。海鲜，海鲜。四五千里，哪欢喜吃海鲜呢？不对个，不对个。那么，五仁肉是不欢喜吃。哎。蔬菜，蔬菜。阿伯。不对，还是不对，还是自家讲吧。没不称职，自家讲，来来来，自家讲。臭，呼吸就臭，呼吸就臭了呢。这边啊，我来对你来交底啊，外出起码一发病臭。这个，你都哪是经常在舞台上想演出，你倒是非常非常的辛苦。那么。我还是问自家一个问题，所以侬平淡艺术也比喻成过一种伟大的闲话啦。你觉得平淡艺术啦，你心目当中啥个伟大？不过我是要求第一排杠子，刚刚林丹当时身为已经第一钩子，第一排杠子，第一时特指我，我有啥个伟大？是，那林林得清子，我是吃醋的，你是吃醋的，你告诉我收了啥个地方？收呢，其实是蛮多的。那么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呢是有一年元旦，我到一个两高头，在那做张高刚班，张高刚面接。搿那次呢是正月十六你先生生日，他们先生生日你也回州去，因为你好生子也回州去。搿那次事情是落雨，你嘛地处在落雨，你从登了面接个搿些正搿个开开的凳车子，大概凳子中。落雨天，凳子里两个钟头车子拉不着，因为你这口皮包加上了啥堆的皮夹到人家一种来发凉的东西，这口。你都翻到嘞，哈，你那上面才蛮多，他们后面嘞再有你等啊等啊之过后呢，你到受罪停下来，受罪下来之后，你一步出走出拉不的，你是两高头鱼头里向，从东湾路搿面地一直拖箱子、挪子、皮包高上拖到搿些健身啊，没事扒脱，那么再去吃你先生生日的。我就觉得，哎，我就觉得搿个平台有一种波动光呢，我讲蛮酸蛮酸酸。这个味道我也尝尝可不呀？的确是这个啊，所以讲，更高看得出力度，自家轻的年纪能够拉第一线，我也讲做对子，你都讲讲三个，其实真的是一种做对，也是对平台艺术的热爱。当然，我相信手工去提真的会得来的。那么力度在上档，还叫我了苏州听力度一位叫西国争宠啊，可是真的味道小气哈，中牛力度让艺术老乡更上一层楼，将来位于将来。大雨。倾盆，天地昏，
不能亲恩亲，飞鸟归林深细细，听那公路把后沟与阔深嫩嫩音，一声嗯嗯大声沉沉呼，把那一记雨衣披上身，他的门的一柄空烈烈大举说得大声啊，你从哪里来往红赤营，可你急急忙忙有什么大事行，冬至啊某下风雨淋，谁回去终于大孩子同时生，替你来替祖辈太风行，昔日不知够吃门神，一把把位于石斗里，说得大声啊，你是虚假绝情放心，想着岁岁些日与我的身，送一他把那白骨接过来，没孩子痛尽身，其他闻声发对李二清，与他下列是几地山，披上孩子的身为白日列身躯，与也亲戚亲们收的孩子啊，你是虚的可莫伤心，带我来送你们走家门，在那当日走刮风吹得急，大雨下不停么手儿他目里下永不在心，他是一颗红心为生命匆匆家梦惊相惜，因为所以他们是石斗里路人，嘴里两下是济南母亲等候一晚婚，等两家发两喜和家为啥的听神，雨不肯停，只怕拉过的雨阿得塞纷纷，
她是粉衣女三一身，披了衣裳谁出力呀门。你是连你的心不知你的名，想你心生命谁总也加一生，我们时时刻刻不放啊这吉他匆匆醉渐渐烟，风破密雨铃声，在那风雨中受来些声音，受得岁岁些日后别过于心，我们军民本是一家人，你是叔叔贵家许一门，所以分我心后命，那就是中国生命解放军。对我来商量两对夫妻，还有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看啥人猜得着啊？哎呀，猜一猜了。哎，这我说的夸张啊！一二三，哎呦，你那个快都不到，说的蛮快的。对个。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去。对，是，对，是，来来来，啊，让你进来。可总上个风干的，扣扣扣。我的名字叫张华军啊，来不是说，这个，张艺谋。乖嘞，哎，你到两家头三个像兄妹档，位置高呀，长得像，像，所以你那个夫妻档，对，第二个夫妻档越长得像，对了，我当你高级嘛，越来越像呀，哦哟，那变的。那么问你多个问题啊，问张一鸣，问张一鸣啊，啊，看看看，问题啊，这样出来了，你们拿什么事？我们怕你问你，这个么子夫妻啊，你要关心一下，哎。你都归来再呼吸着啥的衣裳那些那个我晓得嗯那个你比较呼吸着冬天的种衣裳那个说哇塞塞啊那个种大衣啊风衣的上你比较呼吸着归来你刚打对了对不对那个说起吧两个字不对不对不对啊他们那边呼吸来了没办法搞不呼吸出啥衣裳来来来来再搞我们车我说不能穿到光那个种他唱的啥？你也没呼吸。他唱哦，哎，你个身材，他唱倒是蛮好的。身材蛮好的。还是他唱。刚毅也不对个呢。刚毅不对个。哦哟，客气。刚毅不对。这些都是实的，一眼不注意刚毅。哎，再想想看，我们的身上像衣裳。他不对。不对啊。他不对。他不对。再想想看。啊，猜得出来。我这想不出，也没得自家讲嘛。哪位的？真的搞不出啊！真的搞不出！哦哟，天天的那脏呀，几百呀，你当不？你当我的这样不那个？那是不那个呢？平台以后，平台老乡，你再呼吸做几百？来的，一斤要做几百个？我来做啊！三只铜的嘛，都当你重量有几百？你几百我帮你做是不是？啊，这个，做了还真像花样年华一样。那么，那哈，说明个对夫妻啦，那虽然你讲的不对，但是那可从牙齿就哈，看得这个舞台上是智力表，那么。刚刚两位嘛刚过着，我还是要问你多个问题，就是讲侬平台艺术，是讲比喻成功一种艺术的闲话。那手没法讲着，电没法讲，刚过着。你心目当中平台艺术对你来讲啥个东西啊？辣，辣辣，哎，辣花花，辣，真的辣花。你就讲这样叫我平台呢？嗯。平台艺术是博大精深，嗯，真的是博大精深。嗯。那么你和平台的演员呢？和搿门艺术。的确是要花很大力气。嗯，对的。那么，实际上平常码头上向种生活嘛，的确是相当辛苦不得。码头上向生活条件的确是蛮老实的。生活上向。我举点例子嘛，你看刚刚沈冰月君讲个，个种事体么子啊，碰着过，经常碰着啊。的确是相当老实，是吧？那么码头上向实际上个辰光做，也是张家港。嗯，还有一只模特叫小杰，哦，小杰，哎，这只模特呢是出装的，嗯，出装的，你像你和子平台出来嘛，总归要帮忙自家生意好点，对对对对。那么结果呢，生意倒是蛮好，嗯，结果呢，自家看下去人头不少，嗯，但还有三个马斯把人得了，哦，嗯，结果呢，
你包上那个车子呢？帮我走一三百米。这个么是蛮热心，蛮热心的。应该讲现在拆迁了啥，想当心啊。对。作为演员讲起来嘛，有啥办法呢？讲嘛不好讲，讲这个关系不好，不讲我心里想一点窝塞的。真的是，自家来都送的。嗯。的确是蛮热心的。那么回来呢？稍微看看，有啥？我记得2003年的年档是了让上海的永涛，结束呢是正了14，结果我跟你知道落雨，然后你走起拉车子，结果等着一个钟头50分钟，车子还拉了，我觉得这个你叫没拉手一个。不过我还想打两高头讲一句，有些歌唱的哈，叫辣妹子辣妹子不怕辣，你是不怕辣，而且是辣不怕，对别人你的一往情深。八月中秋，秋高气爽。今朝许仙的娘娘，一下到虎圈去不想。两家头交织一只手，一桌寿菜。在那山塘湖里向，一大龙忙正虎圈而来。两旁边景致好得来，许仙心情舒畅，真是。妙啊！千里山塘，佛心恩恩，秋高气爽心浮。神今日里是新风今夜在东雨上用醉一针，云儿翩翩生，手儿握握影，醉中儿举不定。李莽儿祖为生恩臣，心知受命，心呀女问恩，娘子啊，我是不计即使来世大方能够是第一届四人老配了你这女千金我哈比的所谓的鱼儿鱼精神我是模模糟糟放不了你的手真
上亲，美女亲亲上永不分。对呀，阿德是不欣赏啊？哎，粉底们不值。那可能现在辰光是盈亏的都阿德，分量重呀。那么两三个人得了呀？那三可是那四个人，哪有三个人呢？哦哟，你两家的不手里头三个人呀？他是多么两个人哇？那眼睛不还盲吗？阿可见的。哦，啊，看见了，三百八了，里向啊！哎，不是，我是头等看呀！哎呦，我那自家觉得，对对，哦，三百八子，恭喜你到啊！恭喜恭喜！你这个侬家晓得？现在我不晓得，我只晓得。那么，侬哈，侬开些啥？侬开些啥？你只开些啥？那么，接下来读起来再忘记几个要求。嗯。但你平台天天来工作，读起来一定要送到平台，我打好平台。好平台。好，你进心态是又是听平台的，太监，还会得你杨出来复古马上唱这样的吧？好个啦！那么，第首歌哪里都在讲故事，你到阿上再有一个米单子，那么你刚刚说口子，实际上口子，我觉得打出再多的机会应该是啥？嗯，生活当中包括张艺仁啊，还是什么，你都刚刚说，实际上包括蛮多还是口子们。嗯，发生了你两家的身上呢，我觉得具体呢，譬如讲，还是有你的年当，你做农民呢，负山落入，那么你这场子呢，能够市民浪向的，哦，市民浪，市民浪向的，因为窗户边浪向打开个风。还吃得进来，那么隔一年个你帮我记得特别难，林湖也吃不到。那不像我上岁数还好，像他杨妈说的是鲤鱼的，扎子鸡吧，你像他穿的都不衣裳了，所以狼得了到游戏来，皮薄了啥根本发呆。这个呢是确实是想法，现在讲出来了，讲出来没办法抬着呀。可能话你头像有个女演员啊，另外有办法了，你冲上你时代，包了什么鱼都有。上新十四方，你又不来，你又不来，你干那样了？这个办法蛮好，你现在冲了。这个下趟个凳子上向用两台个第二台也可以。哎，我没有，我要升级，不过它不低。我跟你讲，不过现在辰光有种市场来改造的，还有空间的，是吧？你到去个地方呢比较酷。虽然呢平台夫妻已经不了一个，但是呢也经常出矛盾个，一经不了矛盾，那也不觉得那啥了，是吧？那边出去当不觉得，是吧？哥哥，请妈妈讲两句。现在的妈妈，现在的妈妈讲两句。谢妈妈，谢妈妈，烦呢不烦呢，最开心的都晓得了。对，苦中有乐呀。啊，对，苦中作乐。儿子，嗯，我觉着呢，平台这个事业，对于你女同志来讲呢，真的是苦难多的。嗯。因为你像现在的话，华人这个位，你就不可能出矛盾，因为出矛盾的是吧？对自家的身体啊啥，你影响蛮大的。但是你已经发出矛盾的时候，对一个演员，你的体格啊啥，侪有受影响。对的，对的。那进步就是要落雨的，对对对。对对对。竞争啊比较激烈。所以我觉得难说法呢。嗯，也可能还是一种苦吧。对对对对对。那么片子里都讲了不是要哭，但是我看得出里都讲没讲哭，面孔上还是笑嘻嘻的，应该讲是苦尽甘来，苦中娱乐。因为我们这个人家一天一天苦越来越少，敌越来越多，还祝愿你这个三八八能够健康的出生。
说错错哦错，听见呀，当当唱到嗨，当然了，是啊，不过动作快哦。那其实我们对夫妻呢，一个不客气的。哦，中年夫妻、青年夫妻才不客气的。不客气着哇？哪个人这个眼都不打光？哪啦？十个都眼睛哪不客气的呢？那老得了。上有不帮头那口，你都已经受了一条了焦虑症。哦，对个呢。看来很眼睛不离师傅是样。哎，阿哥子。哎。不过最近有一个顶顶大的特点。啥个特点？病菌。我用那个句我讲得对啊，对，哎，夫妻档男女夫妻档再要紧，要衣食上平均，平均，哎，你都才是平均啊，不过这个卖相还是衣食上我觉得平均，这个是最大的基础。对的，我有种你平台当中夫妻档蛮多的，有种么上水客下手嘛，个水平得了有错蛮多，有种么下水客上水么不灵光，自家进步起来，吃来吃啊。有点是搞一个。那么你平台这个内行有一句闲话，夫妻档再破水是吃家。那么进步起来就是吃来吃，一旦上去，立足就是实在些。看来还是个设计的来着。看上去我精打细算个么子，看上去师傅是立足一定会行的啊。看上去都不光头，再过五块金子。上上量了，上上量，有希望的，有希望的。哎，一句来话，金子在于终究要发光的。哎，这个，嗯。那么刚刚你到，是对夫妻讲是低收苦辣。嗯。那么我的男是比你读夫妻辰光长。那么你到刚刚来还讲，你对夫妻像我，当年我想啥口口，现在越来越像。这个不应该是我跟你兄妹呀。哎，这个看来是个兄妹，真的是不像你这夫妻的。确实。那么。平台的夫妻档呢，确实是以平台工作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职位，因为两年来戏，啊不，好像就是讲人人之自家一个特殊的一个机构。那么夫妻档呢，确实是有害有啊。那个害怕就是经常等了一代，那么特别像都是夫妻能够恩爱不分开，总归是害。那么特别是在生活上向一个照顾啊，日常上向能够共同前进，这是顶顶有利条件。不过样样事体侪有利有弊个，有之害中国有不害。对，来讲弊吧，就是家庭的照顾就比较困难，我等你机会蛮深的。你到刚刚开始了，我五百三楼还分行，三楼就这样要出来，哎，这个分行了嘞。那么就是讲顶顶，好像就讲复杂害个一点，就是照顾家庭照顾复杂，那么有之三年就不来着。搿辰光你三年样子五百年龄，就大周日带百货商场去忙服装了，上中国还蛮这个还有点坎坷个。那么是讲，三人对爷娘个亲个性方面还有点点，有点点欠个。所以讲，我记得你囡搿种话，你出资一次出毛头，囡两三岁，两三岁，你出去只三个人嘛，太忙了噻，回转来手里不认得呀。所以我说，哎呦，看见，那，你等我眼瞪瞪来了啦，阿姨，
绝对真的。节目全全的讲。哎，就是搿个。两句讲。搿个是蛮确实是蛮心酸的，晓得。那么三人再搞复杂，那么妹妹叫三人读书，读书仔，搿么再还像其妈林林子们对爷娘感情确实是有点疏远的，还有个教育问题，还是确实是存在个问题。但是搿个搿么哪办法呢？搿么工作就是只还落在其中在。那么各种扣除呢，就讲像现在呢，就不比你个新辰光，哈啦，现在个出矛盾要比个新辰光要晒一点点。那么就是讲有种社会啊，或者舆论啊，有的常常社会社会能够这个叫特点，像三人原则能够社会常常舆论啊可以的，但是我个种做还是要接受上批的，就是接受上批中的底层老乡能够这个。你个第一手课拉比了都好得做。哎，刚去我也来刚刚那个小姐。我也对了，不拿提起我。农民讲起农民仔，地疏苦辣种了，包了一个米团里向。我记得这个八几年的辰光，你那个农民大概是四三，四三样子。哎，那么做得来，已经要跟你出去。种个老母林，我想春节嘛，托儿所发起的啊，阿姨妈休息的，那么带你出去天伦之乐。搿只毛队嘛，春节嘛，大年夜里出去，我再两下。苏州，哎呀，苏州小姐。还是张花花，是到搿个哎小姐。小姐，搿辰光个小姐。搿辰光小姐，不是你多个辰光小姐。嗯。那么我屋里啊，叫第一趟去呀，但是什么？老远。高山啊，小姐，搿个苏州一个汽车站下来嘛，还有个三轮车，没三轮车呢，三轮车谁呀？搿个皮包椅子高山。我上那个吃馒头啦，哎呦，开心啥子？天伦之乐，而且跟女人呀，你要开心，一定要跟你出来。那么，得知市场里向嘛，这个大方来经营，这几年嘛，别人在这个宿舍里向嘛，很多过年吧，好啦，很多有点耍个输了啥子，又来，也回去过年的。那么打进去一看嘛，搿间房间铺的房间，哎，我当个，搿不是大概30平方左右，每年的，搿里向一只床是骨贴做的，都来得多啊，方方正正的，来得个老庄，这个冰开这个一庄啊，搿里向个搿个一只台子。这台子是油的，是油的。嗯，这个我这个脚呢是脚踏车的钢盖，钢球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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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一张土桌，中间一张凳子。嗯，你弄好的，跟俺说讲，我这俺得该得了，我该得么就是爸爸妈妈工作的地方。啊，你到出来就是到这个地方来，我讲一进屋的地方，这个地方嘛可能土地，我慢慢就等你去毛坯上啊。我们屋里向打点些菜来买，吃年夜饭吃。落雨，雨落得大不着呀。刚刚些菜补补出来，上头上头呀，下来。那么伊，我在房里讲伊，伊只落个蛋，伊只落次，伊俩终身的，终身坐下来。那么另一个楼五张双三个皮鞋，你呼吸擦擦张皮的，这才是才得来。那么马上奔出去，搿些辰光有三点。那面去马上太阳，粉红颜色的粉红太啊，好呼吸的嘞！我说太阳，阳里落雨还来要落，这个一当三日，一当三日的全部扎脱。谁扎脱？那老子三日天雨中的。那么要你想嘛，你这里是弄子喷干嘛？那么我还弄弄其他么子，还过去一看嘛，哎呀，这只床，这只床大得嘞，娘弄娘高头盖好了还，这个皮垫嘛。火里八龙，三女女火里八龙，困不过去呀！现在有点热气个了，我也点热气个了。我想这手啊，我老公刚子一唱的时候，你光不住的还一张吧？终于是买新手，老公第一趟出来，但是老公在旁边呢，还觉得有乐趣个。总归是低手苦辣，十四个女那夫妻档接了一盘，我现在比较厉害着，低手苦辣呢，还有新的低手苦辣了。哎，我也。王玲玲，还有桩事体，你讲不了。苏三，我有王玲玲结婚了，哎，这个不是玲玲过了，哎。你就是搿辰光还是八几年，哎，算了，总归33分满了。哎哎，搿辰光得刚完演出，结束只得苏三。葛末搿辰光不像现在有地铁了，打的个，站不就是公交车？记得是不直播了无数五六个时间位。嗯，对。搿辰光隔夜就买哈钞票，4:30没办错。我去买只钞票。搿4:30搿些辰光没办错就4:30，再不像现在那个交通堵个晓得。那么买哈隔夜都是买包间买哈支票嘛，无数五六嘛，就终点站就搿时间位个天桥了。天桥了。搿辰光天桥了，好像不像现在难嘛，人蛮少，搿些个有点像终点站是人蛮少。等到行李拿来一看嘛，四点一刻，一个到现在个西区去车站，就是南站西区去，就是现在个余德路，就是个天子街旁有两个煎房子的。那么一看上一刻钟嘛，随便哈没办法待的，那么辰光又没得个。
那么想来想去，哪办嘛？我讲行李全部搬不来，两部拖车，那么全部，那么哪办呢？我七岁空就奔，那么夫人十岁的时候，都奔啊！伢进酒楼，比侬个噔年纪嘛轻奔，也可以去奔到西去汽车站嘛作业。刚刚来的嘛，看见这个汽车的头已经出来着。那班车已经开着，那么两班，搿辰光年纪嘛轻，不知落到哪一撇里。侬是个来鱼竿上玩，奔到汽车对门的帮伊拉来买酒。搿个教授一下呀，从搿个啥，那么一个窗里偷出来，一个老小姑娘做啥？搿辰光是老啥，我来买酒嘛，就真个口啊哒哒的来讲，发出钱来的。那个老小姑娘做啥？我讲不理清哦。我讲我唱片那个唱片那个，这个后头我讲不清楚，后头有行李，我没搬错没搬错，我不好说。不来人呐，等等我。那么这个家属就想这想，伊讲，侬是唱片的，我也唱片，侬哪能没背包的？因为上海人背包啦叫背包的，侬哪能没背包的？那我听得懂，我讲我个背包拉在后头。那么我讲我阿拉爱人偷这个背包了，我一行李过来，我讲侬阿能够帮帮忙，让我去称称。那么家属想了想嘛，就讲好个，那么我等侬。不够，伊讲后头个能家一车子的人，人家肯等吧？是不是？那么伊就打招呼，那么那边我再追到车子个，再我讲啊，怎样对这个我讲啊，能给娘娘我，这个娘我等太些，顶多十分钟。哎，搿辰光人不知哪是算的呀，好吧，不像现在个人后期养啊，阿里什么，反正个，好等侬，不够有一个条件，侬唱平台对吧？等些侬到了上头，一定要唱只平台开去摆来听听。那么我讲好个，一句我说谁等一下，让他想想了。那么谢到了，一到了嘛，皮包全部拿上去。哦，等到收定位置嘛，我到想想，一上身份不稳定，我要进皮包，马里拉开来皮包拿出来。咦，哎呀，一个人能做啥？做啥？哎，我讲菜，我要收手的。我讲我要答应伊拉，要唱只平台开片。那么家属又老感动了，伊讲不，侬不要，侬搿能介搬得起头又奔得了搿能介样子，把侬乱乱白相相个，侬快点走吧，快点。搿一趟印象深，老感动的。亲爱观众朋友们。你这个当平台天天的节目呢，是一档综艺类的平台节目。刚刚开始做，又发生新的尝试，肯定有很多不搭嘎的地方。观众朋友多耐心，带你沟通沟通。一点不错。那么时代不浪呢，我心情蛮矛盾。因为你的节目也最近提升。对的。那节目开始之前呀，我总归鼓掌，星期六快点来播。我当然一样的呀。那么来时呢，再还爱得去。谁是谁的？不过喊得七天之内，你也能够再排队的。一点不错，再会。